英国，冲冲冲！我们两个现在正就在去机场的路上了。今天这北京还下了小雨，多亏了一个热心的司机师傅，把我们这四个大箱子都装车上了。现在我们正在往机场去的路上，这是我们两个第一次一起坐飞机，然后一起出国，一起去学习。我觉得未来这一年肯定会有很多挫折吧，或者说是困难。我相信我们两个在一起，应该能很好的把这些困难都解决掉。其实还是挺兴奋、挺激动的。然后泱泱和钟哥他们说，今天要先去机场跟他的爸爸妈妈一起吃个饭，也行吧，反正也去看看那个叔叔阿姨。估计叔叔阿姨也是不放心咱们，咱们一会儿去机场看一看。我们以后到了机场之后再给大家录吧，来。现在已经到机场了，然后准备拿着这些行李去进站找泱泱、钟哥了。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同学已经到了机场了，一会儿要在这里边大型网友见面会了，好吧？然后我们现在就进去吧，好吧？然后现在看看，把我的这个小的东西挂在我的书包上，这样尽量能让大家看到更多的我们去出国的一些细节，好吗？好，先这样啊。刚到机场之后就特别想上厕所。看来今天这个机场人还真是不少。洗手间在哪儿呢？哎，是要右转。这么多人啊！来，笑一个，挥挥手。我给大家看看，今天来排队值机的人，就是已经。才12点多，12点半了，已经这么多人在排队了。我们现在已经办完这个托运和值机手续了，给我们安排了一个相邻的座，现在我们就要去过海关，然后过安检了。哎，真的好累，排了好长时间队。好了，我们现在走了。过安检和海关就不能拍摄了，大家自己脑补一下。车辆进站，请在房间外等待。本次列车驶向 走了大约5-6分钟吧，然后就走到登机口那边了。今天乘坐的是国泰航空的班机 CX331，然后具体的飞机的型号我给忘了，回去要查一下。估计我们现在的行李应该已经在往飞机上装了。飞机应该是在下午4:45的时候开始登机。目前我们还需要在登机口这边先稍微再等一会儿。刚才办值机的小姐也非常贴心的把我们四个居然安排到了中间的四排，安排到一排里面，然后这两个小姑娘就可以，坐在中间，然后我跟王新忠我们两个大长腿就坐在两边了，我们的旅程就要开始了，同志们拭目以待吧，加油。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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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